坚决避免层层加码，特别是要按楼栋、单元、楼层、住户来划定风险区，不得随意扩大，不能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。除特殊场所外，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，不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，对跨地区流动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不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，也不再开展落地检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。